你好，小姐姐出柜吗？ M， 让我想想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姐姐可以吗？可以吧。换闺蜜头像吗？好啊。谁找？我来找吧。图片 XR 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们换上吧。好。闺蜜读什么学校？我读 XX 学校。心想，这不是我的学生吗？怎么了？闺蜜是不是 XX 班 XX 号？嗯，是呀。我是那所学校的校长。什么？